可以啦，测试成功了啦。哎呦，干你脸，这是没事。看，等一下，他声音，他有声音，他有声音。不是不是，我被锁在这，我都不。你们是没有玩过是不是？我讨厌过恐怖地图、欸。真洗掉，真洗掉，真洗掉了。等那个前面在冲后背的土匪跑出来。对啊，是奶茶跟小空，你们两个都没玩过这张地图吗？还是说没看过？没看过，我没看过啊。我看过了，好吧，那我可能没感觉。宝贝吓到我了。我可能比较无感。我要跳车，我要跳车，当我走。我什么都看不到哎、欸。哦，我们要当个跑剧情，来跑剧情啊！我们要当个有乘客、有礼貌的人，门都不关的。你看什么看？啊！你看什么看？哦，可以打开，可以打开。为什么看不到？看什么看？哦，你干什么？我看不到你画面。没有，你按下 shift， 你按下 shift 的，好像没传过来。喂、啊。因为那个，他也会被变成观察者。我也失明。剧情。我也失明了。啊，重新上升吧。谁都不变了。对啊。你看同门不同门，这有点像无限循环列车。这感觉有点像那个《怪异症候群》第三代。我们是不是要跳上去跟那个谁，跟谁打架？没有啦，这个完全没有打架，单方面全程惊吓而已。有 jump scare 吗？厕所。哎、欸、哎、欸，有 jump scare 很多。肯定的。继续往下走了，往前走了。对。你不要透露剧情，让我们来玩。对，你这是吐槽。好吗？那我不讲。对。我听不到开门声是正常的吗？应该正常。我不会是东西。不要转他了，白痴哦、喔。嗯，好可怕、啊。我该漏了两滴了。你看这边那是我尿。你漏了。对。这里可以开。那。哎、欸。哦啊，那个啦。小空，因为我们附身在他身上会听不到关门声，所以我们要切出来，跟着他爬。你在录影，你要跟在他身上啦。我没有在录，我可以这样走，可你不行啊。但除非你要自己玩。那我把小空切出来好了。啊，交换是不是？对。啊？没有，他是说可以，大概可以的。我怎么说？你们两个，我看了我怎么变成，我怎么突然变成？哎、欸，等一下，然后 OP 给，好走啊？你在我身上走啊？对，有啊。哎、欸，不要啊！走啊，变来听啊，走哎、欸！对，等你们帮我念字幕啊，我不想看了、啊。到底怎么样才能逃出这该死？回到位置上怎样？回到位置上睡觉。我看你耶，你是多容易受惊吓啊！你现在是符合路人的那个什么超容易受惊症候群是？我待在这边吗？我去座位啊！我去座位，你座位不在这啊？你进我座位？没有啦，他要下车啦！他下车啊？他赶紧下车。我们不是喊到站的、欸，我们 switch 好不好？啊，我都玩过了，我玩的没意思啊！啊，你是路奶茶，你下来啊！奶茶，你下来啊！看，你下来啊！switch 能不能？我在想要不要后面弄一个，就是我被隐形了，我头上一开一下子而已，一下子而已，因为你刚从观察者切成创造，我刚也是，我视角的样子。对，好，你继续来啊，你继续往前走。好，停，右转。是啊，这边就你不要绿包了，你就讲遇到事情再讲。这里也没路了。他这里没有写到吗？我刚才就在这个点，倒是他这里没有写那个。哎呦，这里也没了，危险！不知道其他地方也有没有人，然后再啪一声，你又被打晕了。
你觉得这是捷运吗？这是捷运还是高铁？应该台铁吧。橘光号，橘光号。原来我是个落魄的大学。好，不要废话，去永清走啊！以为这贼。不告了。哦，对了，我突然想到这边有个隐藏彩蛋。不告了，是那曲作者吗？这个那曲也长太丑了吧？不是啊，那曲完了。作者刚刚在前面不是有讲的那叫什么 K 开头的那个吗？完了，他这写是完了，我这我拿。打不起来。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什么？是什么地方啊？那是装饰啊。商店架。这不是剧情的点，你要继续往前走，你是干嘛？商店架子。温馨提示，虽然说很听起来像暴雷，可是这个游戏有那个隐藏菜单。我的。我视角自己转动了。在跑剧情。在跑剧情，所以会自动转动。哎、欸，他跑上去，他往上走了。干，等一下，这地图坏掉了，他错位了。他错位了。残忍杀害自己的基尔拉里拉斯吧。控制。靠背，不好意思，步出机关。干。我在等你们，然后在动作狂，然后就误触机关了。表面你不要乱乱逛啊！你们等一下，你们等一下继续玩的时候，你们等一下继续玩的时候会那个看到有一个地方看起来机关被碰过了，那个是我关他的不好意思，不要乱碰，不要抽台钱来看，这样不要继续走了啦，拖很久哎、欸。对啊，手机坏掉了。非危急时刻，请勿打。好吧。哎呦！我上来了。你几百里？回不去了。嗯啊，对，这些我刚刚误触机关的地方。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你右边那个门凹起来了。正常讲是你经过这边，它就会直接砰一声，然后这边就会凸起来。这样我刚刚误触了。凹出来，所以凹起来是他刚刚直接干你一拳，是不是？没有，他没有干我一拳，他是支机关，他还棒出来。自己没有拍到怎么办？重拍地图吧。啊！小控制突然出现的，地图要重拍吗？应该不用，这只是那个效果而已，这应该不影响剧情。嗯，好，加油吧。好，所以接下来卡住了。欸，是因为我的关系吗？我不知道。哎呦，我先会卡，干，我卡好了。我有点，有，会，你们都没人呢、欸。你会顺、欸？可是右边怎么按？哎、欸，你看左边这两个都是差的，这怎么是暗的？左边是亮的，你看左边那个椅子。最近这平行时空，等一下会有个萨诺斯出来考你。在喊那么死的吵，我这样我可以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里面写？哎、欸欸，小空，你知道你讲的那个东西跟彩蛋有关系吗？啊？平行时空啊、哦！开玩笑，我没跟你互相。平行时空啊、哦！是萨诺斯啊、哦！我不好说，我只能说你刚刚讲到其中的东西跟这个地图的彩蛋有关系。是他彩蛋我有萨诺斯。哎、欸，而且他要隐藏结局，可是他要拿到彩蛋，然后两个彩蛋合成一个特殊的东西，就触发隐藏结局。卡掉了，尽量不要卡，因为卡会让。要讲干话。我是想要彩蛋这么不重要，我是想要一刀未剪的、啊，不重要，我给他加速就好。小阿吉讲太多干话，这样拖太多剧情。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有沙诺斯？不是干话就对了。他们讲的话是干话，是游戏里面的，不是讲。因为你这样玩过大，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有萨诺斯？啊，你要问地图作者、啊。那个这边留一个蜘蛛网，等一下回来，如果这里是不同一个地方的话，就会看到他。物品会被清掉啊？不是，这五分钟就清掉啊？对啊，快开运，把它改掉、啊。那改不掉、啊，那是麦块默认机制啊。改得掉了，
我改，我之前玩改掉过。走哎。啊。青蛙过马路。不能过马路。啊、有斑马线，你不走，你硬要直接过。哦。停车场，停车场，停车场。哎，真的，真的。哎，不要离我那么远啦、啊。你怕什么？那边没东西啦。黑黑的、啊。哭、哦。你在干嘛？没事，看一下剧情。他说晚出来晚上的时候，他要跑回来打赌，还是他下去？哎呦，对我刚刚把剧情全部删掉。现在剧情是要回他家拿手机，所以你要去往前走。哦、走吧。你不要再讲我本名了，我先讲哦。他妈你！妈的，来电话拍你讲过几次本名？不要开麦，不要开麦。有遇到事情再讲话对吧？对，这个大楼都没有窗户哎，直接直接跳。对，那我是不是直接退游戏比较快？那就血滩，看我前面，是不是你那个来啊？靠背啊！干，那个来太多了，哎，太多了吧？太多了吧？喷泉，哒哒哒哒！哎，卡住了。卡住了！谁的女朋友啊？铁公是不是你的？刚才看起来就男的，你是？妈的，错位了！错位了！哎，我梯子，那梯子不能走了，跳不起。欸、你打我！你梯子不能走。哎，那不能走啦！谁？哦，你们弄到那个啦？金跳 bug、啊。对，我知道。我之前恐怖地图金跳 bug， 我赶紧写稿要。为什么都是我不在飞啊？欸、你打我，在这边打我。你可能适合当空中飞人吧？为什么只有你？欸、因为你飞哦，可以。哎、欸，等下，不，可以。对嘛，他梯子啊，哦，人是梯子，而且我要陪，没有东西。重点他就是，我是跟你说，但他这边进跳你又不能上去，你写靠飞啊？正常人应该是不会跟进去，那我们走其他一边好了。警卫又在偷懒。哎、欸，警卫他在做运动，做运动吗？哎、欸，这警卫长蛮可爱的，激烈。这长，我又跌倒了。我先上个厕所。警卫，我吓尿了。三流啊！尿出血来了，我有点像尿出血了。警卫，看你这样尿的，哇吼吼的，我吓到就先起尿了。警卫大姨妈，看一下旁边的柜子，两个都看。手电筒，嗯，你手电筒，你啊，你们一个人拿好了，不用复制。好啊，工作日志写什么？阿吉，你都在剧透，你不知道位置在哪？好啊，你不要剧透的东西在哪？嗯，对，什么声音？不知道。阿贝，应该是奶茶那边那个环境。出代机啊，阿贝，阿贝，出事了，阿贝。阿贝，其实她长得蛮漂亮的，她说不定是阿姨。天，好，我念一下这个工作日志。靠北，你家阿姨会长胡子是不是？手电筒借我看一下，手电筒。他都不能用了吗？感觉就没用了。给你。阿贝，工作也是一样，我要念一下喽。今天的工作也还是一样无聊的手机。对。有人时请他们登舰，真的很无聊，甚至还被限制没有娱乐时，不能上班，不专心玩手机。再做几个月，我就打算离。今天我趁大家都不注意，偷玩了一下什么，结果一个不注意被主管发现，被骂了一个臭头，真是气死！我之前到底怎么忍不住不偷玩的，完全打发了我无聊的时间。被骂就算了，被开除就算了，只要我开心就好。呵呵呵，真的是太开心，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我好像找到人生的目，再过几天我就要离开，到达另一个开心的地方。
一个不会无聊的地方，你说对吧？2019/09/01，和美好的世界，我来了。之后的自己不清不楚，无法辨识。还是我撒一点蜘蛛网给他。靠肥啊！走吧，走吧，走吧。等一下，我先把蜘蛛网捡回来，之后再撒。不能走哎、欸，不能走哎、欸，走不上去。可以吧？说不定不是要走这里。应该要是走这里啊。嗯，对耶，这么往回。是不是还有东西？哦，有电梯啊，白痴哦。电梯上楼。不过我觉得电梯打开有什么东西。你现在是被吓多了，是不是？对对对，等一下，先撒蜘蛛网。停电了，先撒蜘蛛网。等一下，手电筒。424号房。你手电筒是不是看不到？靠背，我手电筒反过来的，白痴。手电筒是不是看不到？对，但是我你的视角是不是有变？对，有我变。你给我看下手电筒。掉。你们手电筒你那个你丢给那个奶茶，然后奶茶你可以创造复制一个。我已经复制完了。没有，其实我的视角有变。你手电筒拿，你只要拿手电筒，我就有那个视角。是啊。对对对。哦，所以阿吉要现在玩吗？不行，他玩过了。我玩过了。对对对。好，我们往哪里走呢？欸，他好烦哦。这个真相会出现。走廊的尽头。哦，我决定了。我决定，我按 F 一啊。你们用手电筒，我的视角变得很烦的。哎，我不是，被困住了。你们要进指定的房间吧？421号房，我们要去四二四啊，在前面啊。四二三，你偷看一下。然后等一下一个阿妈冲出来，然后把你抓进去。进来，进来，快进来！你当 Granny 是不是？电灯，哎呦，就停电了，还电灯？杂志上的图片，就停电了，还电灯呢、欸？看到隔壁窗户，隔壁楼，隔壁楼，镜子啦，镜子啊，镜子，正在重现镜子啊，靠背啊！我刚听到声音。衣柜。你们有谁在转展示框吗？没有。没有，那好，那应该是触发机关的，因为有听到展示框在转的声音。朋友画的艺术品，不要转了、啊。白痴哦，明明就你在转啊！没有，现在才是我在转。柜子没东西。你们找到你们手机？你们现在任务是找手机。喂，谁开门？哦，我拿手机了。干妈，他妈谁手机会掉在马桶里面？手机借我看一下。死了。手机？我找这。桌上。哦，桌上。有没有看到？右键吧。右键啊，右键。它看起来是那个，有一个装甲座，所以对，拿不起来啊！你往上一点点右键，视角往上一点点右键，就是你想象一下，你现在这个方块上面有一个装甲座，隐形的。哎、欸，靠杯，所以你们现在是没手机是不是？靠杯，为什么手机在我身上？靠杯啊！把它丢出来吧。等我一下，我切一下模式。靠背，我切不了模式。先帮我切一下。No， 好，帮我切回去。切回去啊！切了没？欸，手电筒你先拿掉，你手电筒先。对。但手电筒拿起来，那个视角真的很烦人。不是，你拿手电筒，然后按 F1 就好了。哦，好像也是。赞哦。你还是把它关掉好了。我们还是不要拿手电筒。对啊，不拿手电筒就整个全暗。Yes。对，他会直接自盲，他会直接自盲。问题是我手机看不到任何讯息。哎，这个是
手机上。喂。What the fuck？ 喂。啊！哦，好，很好。哎，都快跑吧。哎，是不是回不去了？快跑，往前跑，赶快跑，赶快往前跑，不要回头看哈，不然你们会吓死。咦，你在爆雷了？好啦。啊！我先叫，啊啊啊啊！啊啊！快点出来啊！在叫啊！快点啊！来擦鼻嘴。来擦，不要乱笑啊！我刚屁事，我又没让他乱笑，这么你笑。在哪里啊，靠边。走、哦。走吧。不用手电筒，好棒哦。你们现在进幻象哎，紧张。进幻象。那我就继续慢慢走吧。哎、欸，那个是什么？哎、欸，阿吉，你走在这里。哎、欸，他是阿吉在这。阿吉怎么？阿吉你怎么那么小？我不要看。啊！白痴！哇！没想到，看见了。虽然说比我想，比我想象的没那么可怕，可是还是很那个。看到人，白痴长那么丑。看我看，我真的看到阿吉。跑！快！干你妈！他会追人，还追啊！我白痴，真的会追人！哎、欸、哎、欸，卡住！快追！